爸爸，我们今天在家会发现一些事哦。哥哥哦，抱小雨抱不起来，阿正可以把他姐姐抱起来哎，而且轻而易举哎，你儿子抱了半天抱不起来小雨呢。起码就是这样哦。不然呢？是怎样啊？你还没写功课哎，快点！啊，阿正好起来。对啊，你有看到吗？他这样飞不起来。他会飞，他想飞就会飞。他这样飞不起来，他平平他飞一下就会掉下来。不行，他妈妈比小雨更重啊！小雨是小孩。他当然那个抱不会痛吗？小雨的阿正好。不会啊。那你可以赶快去吗？哎，我不要给你。为什么不给我？这是奇怪啊你。因为你说那个，好痒哦。哎呦，爸爸好痛！哎呦，一接到我抱不起。我忍不住了，好痒哦。快点。好痒哦。很痒哦。快快。很痒哦。快一点，我真的。